兔子姐姐，小朋友不爱洗澡怎么办？哼，每天都在一样的浴缸里洗澡实在是太无聊了，就没有一些有意思的浴缸吗？哼，兔子姐姐发现新的浴缸，哈，这是彩虹浴缸吗？进去看看。哇，好漂亮的浴缸啊！哇，浴缸让它变成了红色、黄色、粉色。哇，好有趣啊！啊，我喜欢彩色的浴缸。还有什么更好玩的浴缸呢？兔子姐姐来到下一个房间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进去看看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嘿，啊，原来这是一件能穿在身上的浴缸。哦，这样我就可以边泡澡边散步了，哈哈。嘿，还有什么更有意思的浴缸呢？兔子姐姐又发现了一个房间。哦，这里有个蓝色的浴缸，是什么呢？进去看看。哇，这是牛奶冲浪浴缸吗？哇，太好玩了！哇，啊，还可以喝杯牛奶。哦，还有什么更好玩的浴缸呢？哦，这个看起来很酷的样子，进去看看。哇，是火箭浴缸。呼，它能发射吗？准备发射！哇，我喜欢火箭浴缸。呜，哦，啾啾啾啾啾啾，请看下一集。